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这些蛋糕呢，是二月份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让你吓到了。这个是二月份寿星的这个生日蛋糕啊。然后二月份的寿星呢，有我们的新伟，好，祝他生日快乐。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议会，好的议会，哎，还有谁啊？啊，徐凯，还有徐凯，对对对，徐凯，徐凯，好，徐凯，徐凯，祝福你生日快乐。你是几月几号啊？你猜啊？二月，该不会今天吧？二月十号。是二月十号吗？不是，是，不然是几月几号？你猜啊。二月十八。再猜。二月十九。猜。二月二十。猜。二一。猜。二二。到了。二一哦。猜。哦，好，不猜了。OK， 所以你是吗？所以你用了意会到。二二二。到了。哦，真的哦，你是二二二。对啊。天哪，他的生日好特别，二二二。一会你有吃饱吗？好，太棒了，各位朋友，这个蛋糕如果吃不饱的话，都还可以吃哈、哦。这边切一切还可以再分，哇，这个都切得蛮小块的，啊，这个是多的吗？给物流。然后给物流，给物流的。对。好，我们的羽球女神秦萱呢，哦，她平常有在运动，所以吃个两三块，咦，不是什么问题。两三块。啊。我跟你讲，你这个哈、哦，你吃一个的话，你大概往羽球嘛拍个两三下就消耗完。啊，没那么夸张。我跳一下。这个我标题我要打什么？打高许凯生日二月二十二号生日蛋糕。你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。正好啊，大家送你生日。对啊，很好记。其实觉得我很常出现在你影片的吧？没有吧？还好还好。真的啊。可以再频率再高一点。